小宝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阿贤今天告诉大家一个超级好消息，迷你世界奇梦五周年活动要开始了。在这个活动中，你有机会抽到限定皮肤临江仙送，我的天哪，这个皮肤也太好看了吧，还有机会抽取麒麟坐骑周年随机皮肤、郭皇飞天雕塑等奖励，全都是免费的，不需要你花任何一分钱。下面就让阿贤带大家了解一下怎么开始这个活动吧。活动时间3月17号到4月16号。首先我们打开奇怪视频，点击搜索迷你世界，再点击下方的活动卡片。 OK， 成功进入活动页面了。这个活动相当简单，只要完成任务就能获得奖券，奖券可以用来抽奖，奖品中就有这个皮肤哦。那么任务怎么做呢？点击按钮去完成，观看并点赞一条迷你世界视频可获得一奖券，每天最多三奖券。任务二，投稿一条迷你世界活动视频可获得两奖券，每日最多四奖券，不要忘了勾选参与活动哦。任务三，投稿的视频被点赞可获得一奖券，每日最高四奖券，表麦快来帮我也点个赞啊。任务四，在迷你世界视频发送弹幕可获得一奖券，最多四奖券，点击去完成马上开始参与。任务五，每日分享可获得一奖券，用海报分享的话效果更好哦。哇哦，这样算下来每天获得16张奖券，抽奖就是在这里啦。抽到的奖励可以在我的奖品中查看，虚拟奖励可以在游戏中兑换，祝小伙伴们都能运气爆红，抽到临江仙皮肤。好了，赶快打开西瓜视频 APP 搜索迷你世界行动起来吧。